后是动到热下一个表演者动到热表演之前，那我唱这首歌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台语歌到底有多美。那这一首歌呢，就是赖和他所写的一首汉诗，然后我们动到热呢，把它改编成这一首很好听的台语歌，叫做《相思》。只要你报名工作人员都可以参加动脑热。